天我们要聊的是跨界阅读的哲学。我们在阅读的同一个时间，它其实是在过一个干瘾。透过这个故事，我们过了一个另类的 reality。你们喜欢读小说吗？有很多小说，它就是真实的人生。有一个女孩子呢，她就是憧憬那种刺激、那种很激烈的爱情，所以她决定呢，她也要有这样的生活。可是后来她嫁给一个非常枯燥的医生，虽然很有钱，她没有人生，怎么办？她又出去交男朋友，她交了第一个被骗了一大笔钱，交了第二个就是完全破产了，而且为了这个男人，她去借高利贷。到最后他知道怎么办，自杀、啊、他吃砒霜自杀。福楼拜把他的故事就写成了《包法利夫人》。Siddhartha、他是一个印度的王子，生在非常富贵、什么东西都没缺的一个环境里面，可是他慢慢他就开始对生活产生了一些困惑，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嘛。他看到这些苦行僧路过这皇宫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说啊，他们一定有答案，我想跟着他。于是他就跟他父亲说，我想要出去找答案。一个儿子想要出去，他想要去寻找真理，父亲担心他，不想让他出去。看到他在那边说你要等多久，他说我会等到死，可是我不让你出去啊。我遵守你的意思，我不会出去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不让你出去的话，你会死在这里。Amazing。这是文学，这个是人生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在14、15岁的时候，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。That's me, that's you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寻找的东西。生活跟文字完全隔绝开来之后，你才发现你对文字有多渴望。我们已经在小说里面为他流过泪。为他叹息过，我们已经心痛过了，甚至有好几个辗转难眠的夜，我们都想着这件事情，我们已经试过这个了。所以小说最大的功能，它没有什么用途，就是类比我们的人生，甚至是超出我们在这个时间能够去理解的。不过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共鸣点在等着你的人生找到那边。所以很多书你隔了几年之后你再回去看的时候，你发现完全不一样。